抹茶奥利奥的看着就好吃，有抹茶清新，还有奥利奥的那种浓郁。Hello， 我是小鹿，今天来搞一个八拼千层，还没有完全解冻，先从爱的巧克力开始。嗯，它里面还有榛子那个颗粒。就是这种带点冰凉的感觉，蛮好吃。芋泥蓝莓的，还可以吃到那个带点冰冰的，跟冰淇淋一样。我这边还有一份水果捞，就是感觉外面做的水果捞会更好吃一点。这个应该是芋泥的。抹茶的。这个冰着吃跟化着吃就是两种好吃的感觉。好像才是芋泥的，你们还要芒果夹心。这个抹茶奥利奥的看着就好吃。这是最好吃的，果然奥利奥才是本体。有抹茶的清新，还有奥利奥的那种浓郁。这种水果捞里面你们喜欢加什么水果？我觉得加香蕉最好吃。看下这个草莓的，里面好多果酱。这
就也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这边芒果，蓝莓加芒果，蓝莓加菠萝，好了，今日份甜品时间就到这儿了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吃饭了，拜拜。哎，不对，一起吃甜品。